哎呀，这天热了，没有衣服穿呀。有没有卖的很好看的200适合200斤的大码女装的店可以推荐给我？瘦了不行啊。雪糕批发。对的对的。瞅瘦这大冰柜。够了，看多少钱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没有那个啥吗？绿色心情我已经看了。看布丁、大布丁。看，就买了一个什么无蔗糖，什么生牛乳，那写着无蔗糖，无蔗糖雪糕，这个就是那个无蔗糖的，哎呀，它大小跟那个大布丁一样，4块，但那个大布丁才8毛。嗯，好，嗯。果然这个贵的就是好吃，这个4块的确实是比那个那8毛的也不差，那也是名牌，是蒙牛还是伊利啊？但是这个4块的，就是完全是吃大白兔奶糖的那个，全是一股奶香味儿。它上面不写的什么什么什么鲜牛乳，什么什么什么来包装带的，我给扔了。这小家伙汪汪叫啥？我又把我的240斤轻减又改回来了，就像一个网友说的，你改名字也瘦不下来，去去一边去，不吃了，减肥。对呀，我要正视自己的历史，改回来改回来吧。那两天不说要减肥了，说几号开始减来我给忘了，这两天等过过这两天不爽的日子，我就继续减啊，咱就继续从200斤开始干吧。嘣，嘣，过了一个台阶。我觉得之前改名字就不对，就好像在逃避似的。胖就是胖吧，我认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这个食欲对我来说啊，比戒烟戒酒都难呢？啊，我好歹我也不抽烟不喝酒，我要是我觉得抽烟喝酒都没有。就好戒掉这个很强烈的食欲这么难，跟戒毒一样。我感觉人戒毒都戒了，我这个食欲竟然没减下来，没戒掉，就这个食欲永远在。就是你别看，就说难听点，就像我当时瘦下来似的，然后他爸爸说，哎，你就好像你瘦下来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，你过两年还能胖回来。你看，就被人说中了，胖回来了。当然，人家也有一直都很自律的，一直都很自律，瘦下来没有胖的。热，我真佩服那些瘦下来一直没有再胖的，没有反反复复的那些小姐们，真厉害。好厉害。刚才想说什么来？我昨天看了一个综艺啊，就一个韩国的一个模特的一天，他就讲自己怎么维持身材啊，就是他平时参加时装周的时候，就特别热的时候啊，可能就是拍照片多嘛，就是一天就吃2顿减脂餐。他那减脂餐就真的啊，没有油没有盐的，当然吃肉吧，人家也不放盐，就很少的盐，就是拿筷子尖儿。我看他吃那个烤肉的时候，就拿筷子尖儿嘛，蘸了一点点盐，夹烤肉塞到嘴里，就是控制盐特别严格。然后不拍照片不忙的时候呢，就吃正常餐，一天就吃1顿，就不忙了，就一天吃正常餐，就是什么他们韩国什么什么人家的生活的正常饭，一天吃1顿。如果忙呢，就一天吃2顿。啊，但是人家真的是减脂餐，少油少盐，尤其是盐控制特别严格。哎呀，再想想自己为啥胖这么胖，就有很多姐妹说，哎呀，看你好几年了还是这个样。哇，你看我好几年那才几年呀，对吧？我都40岁了，我从小就胖，你就想想你少见了我几十年，知道吧？真的是，自从我知道减肥这个字儿，
哎呀，就没有成功过呀，就没有完完整全全的成功过，就是那时候就跟闹饥荒似的，饿到了130，那是跟梦一场，又胖回来了，真的是，唉，能保持住，能保持一辈子，真的是一件很自虐也很自律的事情，真不容易。哎呀，真的是天热了，我也没有衣服穿了。你看，这种棉的大 T 恤在家穿是舒服，哎呀，是舒服啊，但是不好看，但穿啥也不好看，就人胖了，你穿什么都不好看。但是人有一些女孩特别胖啊，也是胖哈，也200来斤啊，但人会打扮呀，会搭配，我不会，就不好看。人家会，人还穿上去就还不显那么胖，而且一看就人有品味，就像那天看个什么。评论说你这人做事儿不利索，我真不是那种利索人，我不是利索人。当然我拍视频就几分钟，你们也不可能了解全面的，我可以毫不掩饰，就是只录利索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光录后面这一部分背景，对吧，我可以不把我啊邋遢的一面展现给你们，对吧，但是我也不懒得演戏啊，我更多的是懒，知道吧，我装都装几天啊，真的是，我就是这么邋遢，我承认我很邋遢，我有承认我很懒惰，真的是惰性很大，也很邋遢。等等，有个歌叫什么，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我过了这两天我就开始减了啊，咱们就从200斤继续向下干吧。哎呀，我的信心啊已经被一次次的失败中磨得快没了，真的没有信心了。哎，其实啊，我拍这种长视频的初衷就是一直说记录生活啊，我不想记录减肥，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很困难，真的特别困难。哎呀，我要是能瘦不早就瘦了嘛，对不对。哎，但是说实话，你说完全死心我也做不动，所以说啊，还是记录老老实实记录减肥吧。你看我不记录减肥呢，又记录什么呢？我这个生活就这么邋遢啊，这不招骂吗？你看你一天除了吃睡懒，啥也不干，对吧？我还是老老实实记录我的减肥啊，就是完全吃减脂餐。哎，当然可能还会去他奶奶家吃饭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但是还是以减脂餐、轻食餐为主。哎，我也不用整天在那什么包饺子、包包子，累得我半死，还吃的越来越胖。天也热了，吃点省事的吧。欧包、吐司、麦片上，牛奶上，生菜啊，不用炒的，黄瓜、西红柿上，哈哈哈哈！以后就干这些，啊，不想吆喝减肥了。俺不想吆喝了，俺吆喝了好几年也不太瘦的，嗯，俺就慢慢的变得自律一点也行啊。我的目标就血糖控制的稳定，啊，不要再胖了。嗯，哪怕是说实话，我目标再降低点啊，167我就满意了啊。咱到不了134，167我也很满意，也别200了，千万别200。你看200这是啥？穿啥也不好看，其实肉还很多。其实我这个脸，我稍微瘦点，我脸上肉先下去，就像我是水胖似的。哎，水20%，然后饿两天哈，吃少两天，少盐一点，就是喝的水少一点，就是就是瓜子脸了，就这样了，脸先小下去。现在还没有小，圆嘟嘟。哎呀，你说人家不吆喝的反而瘦了，他天天吆喝的口号喊得越响，哐哐打脸，拜拜吧。